给中国人，我们的总统是非常自我参与，他认为自己在世界上非常的历史而言，这意味着因为他是一个业余爱好者，他并不十分了解协议，因为他是个自恋狂，他不听劝告上正确的行为，而来访的国家。他相信他的神般的地位，并向皇帝拿破仑会谈，他确实有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一切是一个访问，以显示他和其他人一样，是他的表演舞台只是排序的一部分，他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美国人提供我们的真诚道歉，为他而在中国侮辱行为